小姐，呢度风大啊，你身子唔好就唔好出嚟吹风啦。饮完药，见天色咁好，咪出嚟坐下咯。阿爹帮我换咗呢个大夫，我精神好好多噶啦。小姐，我攞碗茶俾你啊。小姐，一碗茶先啦。你唔可以掉以轻心噶，大婚之日你一定要精神奕奕噶。小姐，出国在即，点解你仲愁眉不展嘅？月英可以嫁得如此郎君，当然高兴。诸葛先生雄才大量，而且一表人才。反观月英只系中人之姿，又弱不禁风，恐怕配唔上先生。点会呢？小姐你慧质兰心，知书识礼，仲通晓多国花文，点会配唔上先生？唉，我偶像个未来老婆唔掂成咁，真系唔掂。云霄兄弟、花兄弟，立贞礼件事多得两位机智过人，孔明敬两位一杯。大家熟到一家人咁，你嘅事咪即系我嘅事，咁就无谓再客气啦。用饭啦。其实咧，云霄兄弟有咩说话，不妨直说。即系我送聘礼嘅时候咧，就见过阿月英姑娘，咁佢嘅样咧都相当之唔得。孔明娶妻只求淑女，容貌如何并唔重要。咁嘅样都唔介意？孔明并未见过月英姑娘，我哋个个都系成亲嗰晚先至第一次见过老婆噶啦。啊，咁可唔可以反口话唔好噶？婚事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可反悔？你未来老婆咧个身子又真系弱咗啲，咁老实讲啊，冇理由娶个病位做老婆噶嘛。阿孔明大哥，你真系谂清楚，你将来位高权重，仲做埋丞相。我意思即系咧，以你咁强劲嘅走势，娶个咁弱嘅夫人，俾人笑啊嘛！云霄兄弟，孔明素来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更何况此乃孔明私事，实在不宜再谈。记唔记得我教你口不对心会啊？我记得啊，请阿高嚟。好啊，好嚟，我先。口不对心，我最劲啊！我劲啲啊，四。我劲啲，一。唉，咁惨啊！教劲你都输噶，鬼惨唔同你猜啊！唉，不如等我同佢猜啦。好啊，好啊。阿婆，我啱啱教你啫，你同我猜，你唔惊输啊？唔惊。好，我识噶啦。唔好话我虾你啊！口不对心，我最劲啊！我劲啲啊，五啊。我劲啲啊，一。我勁啲啊，四啊！我勁啲啊，三！我勁啲啊，一啊！飲未飲？我勁啲啊，五啊！我勁啲啊，四啊！我勁啲啊，四啊！我勁啲啊，五啊！我勁啲啊，二！柱京今日劳顿咗一整日，都好疲累，不如等佢好好休息下。嗰日孔明愿自罚三杯，以表歉意。嫂夫人有孔明兄如此体贴嘅夫君，真系有福气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两日不作打扰啦。我送两位贤兄。好好。望到房啊，偶像工厂要天之共识先衬得佢。
夫人，夫人，夫君，夫人，因何事心神不定？我两已是夫妻，有事不妨坦然相告。妾身体弱多病，夫君系做大事嘅人，要费神照顾妾身。妾身，丈夫照顾妻子系理所当然，夫人何须内疚？卧龙先生名满天下，系人中龙凤，妾身容貌平凡，他样岂可配列杯？孔明只系一介布衣，布衣可以攀附到你哋皇门，实属万幸。更何况夫人受爱为重，体贴达理，其实是不可多得的顺咒。闷死人咩？睇下阿妹有冇短信俾我先，再留喺度真系闷死。大佬，我都话有时空旅行噶啦，我信你回到三国噶。我问过曹博士啦，佢话可以帮你睇下有冇办法翻嚟现代。我会帮你 keep 住呢个秘密先噶，费事俾老豆佢哋问长问短啦。有消息即刻通知你。好咯，翻归有望咯。荣信大哥，我喺田道收割咗好多芋头啊！今年芋头当造，好靓啊！你睇下，哇，系拎几个俾孔明大哥都好。荣信大哥啊，你寻晚几乎酒后失言啊！我谂咧，你都系唔好再去打扰先生同夫人啦。得啦，唔好乱嚟啦！孔明大哥，攞咗芋头俾你啊！原来古时真系有闭关噶，唉，唔好嘈啦，万一搞到偶像走火入魔未闭，阿嫂又唔喺度添。孔明大哥啊，我迟啲再嚟揾你啊。嚟，人人有份，诶，你一个，啊，你又一个，哇，咁虚行咩料啊？多谢张将军，多谢张将军，嚟，人人有份，嚟。呢个胡须佬个造型咁熟口熟面嘅，大家嚟咯，大家人人有份，大家有份。哇，呢个咁似，你嘅，不过真人唔系咁高嘅喎。战事连连，我哋四处流晒，听讲又要打仗啦。呢个，我哋只求一个安身之所啫，刘皇叔。刘皇叔，我刘备一向视百姓如亲人，佢系刘。如今我竟然让我的亲人在水深火热中受苦，平定不了战乱，我真是愧对大家。他们就是刘备、关羽和张飞。你现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看更多 TVB 精彩的节目片段，就快点按下面这个钟仔 subscribe 啦。